我想播放一个视频，大家请看大屏幕。这个视频是用沙画来讲述我和永熙从相遇到相恋的过程。老范，第一次见到你是在电影院的大荧幕上。哎，那时候我就在想，什么时候要是能遇见真正的你就好了，但没想到上天对我这么好，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比我更加幸运的人了吧。幸运到剧里的宽永能够遇到小菊，在剧外的李佳明能遇见刘永熙。我想，如果有一天，如果有一天我会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那么有三个画面一定是我最后忘记的。一个，我们隔着健身房的玻璃互相挥手的相遇；一个，是我从威亚上冲下来，你答应了我的求婚。还有一个，就是此时此刻，你穿着婚服在我面前的样子，我会永生铭记。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信物，我想用这个小屋子告诉你，我想给你一个家，一个温暖又能避风的家。虽然现在很小，但是我会努力，在将来把你喜欢的给你。或许将来的路上会有许多的泥泞坎坷，但是我们可以紧握彼此的手，一起前行。如果你疲惫了，可以紧紧地靠着我，也或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波澜，更多的是柴米油盐。那你就大可放心，关于柴米油盐。